行緊去食蛋糕，滑雪。頭先經過見到有禮錢嘅雪糕，食緊雪糕都可以。咁咧，入翻去間蛋糕度先。係咪呢邊啊？唔認得路添，陰公，因為落遲咗一個站，但啦，唔認得路都係咁樣行嘅啦，揾得翻嘅我諗好，差不了咪迷下路，後屘就接 call 你啦。我先喺 King Street 行過嚟，有雪條食，咁又好開心傻嘅我。好啦，喂，咁行到去睇下今日選咩 kick 啦，又好好啦，拜拜。可能今日早嚟嘅，有多幾個款揀，我見到有啲好得意嘅 cake， 但係揀咗咁呢，啊佢好靚啦，同埋呢個應該係個 special offer 嚟嘅，都係七個半咁，蛋糕連嘢飲嘢飲味就等緊。然後呢，因為我記得有人拎巧克力食嘅，喂等啦，喂咁等一杯咖啡，跟住就嘆我嘅下午茶。今日温雪進度良好，咁我覺得會好快温曬，好驚呢個感覺。但係嚟緊我都唔知，好似真係好容易温曬雪咁。喂好啦，喂，我中意呢個時間冇咩太多人咁樣食嘢，好啦，拜拜。因為漏了我的杯辣椒，所以送了一條頸給我，不知道什麼餅，但是很開心。好了，我吃東西又全面劇吃東西，待會再算了，拜拜。今天什麼事，好像很幸運。剛才落遲一個站行了上來，見到 close 有免費雪糕食，吃雪糕。跟住之後，頭先佢杯辣椒嚟遲咗，佢送多嚿餅俾我。嗰、那個類似椰塔嘅，但係類似嘅嘢咯，但係就冇椰子味嘅嗰啲咁嘅塔咯。喂，咁但係做咩事咁好彩嘅？突然間賺咗少咁樣，我食咗多咗幾樣嘢咁樣。咁然後我記得而家行緊去 Melbourne Central， 希望買咗阿妹嗰樣禮物啦，因為。不知道還有沒有減價，不知道還有沒有貨的。那 anyway，去了先，沒有的會再到 Canberra 看一看有沒有，然後回家。今天行程其實都很簡單，還有溫書的路情況良好的關係，出街出得很安心。喂好啦，我吃飽飽去就行街街，為什麼今天這麼幸運呢？有點害怕好多。雖然沒少事，但是喂真的喎，做什麼呢？Anyway， 我哋行去咩温泉做咗先，拜拜。不停遇到有人耍飛啊！出面有個滑板友喺度拎住架車上嚟，所以佢哋拍門。佢呢啲係耍飛。咁佢哋有個 pass 喺個心口嗰度，咁然之後 check 你飛，你要收飛俾佢睇。咁我而家去嘅 Melbourne Central 啦，因為就係咁啦。你會見到佢哋係上車冇咩做，又再查飛咁樣。哎呀 ，Oops！然後這個 QVO 下個站落，好啦，拜拜。好靚啊這個粉紅色，很喜歡這個粉紅色的位置，但是重點是其實外面落緊雨，我想說的是但是這個粉紅色很漂亮，看到啊，很喜歡添。那 anyway 落到很大雨，突然間突然間我要搭車回下去，還是下去走路都是死的。我下去一陣間先算啦，好啦，喂，陣間再繼續啦，拜拜。喂，依度係 Melbourne Central 啊，呢度叫整點報時啊，啱啱4點鐘。靚啊，你睇下，係嗰個
再落嚟噶，都唔係整點嘅，而家都搭三四，4:04。咁佢嗰啲雀仔都會喐。咁我諗我都唔會剃曬啦，咁出去落緊雨啊！咁佢依度因為佢係天幕嚟嘅，所以咧出面如果落雨，佢都會黑曬。咁然後而家翻屋企，好多人好似按揸住部電話喺度拍 video 啊 ，video。因為唔知做咩，突然間今日 high 爬咗，咁心情幾好，奇奇怪怪，落緊雨都咩事？好啦，走啦，拜拜。終於去到 Friend Street Station 啦，已經濕咗，有遮都濕，我係得意啊！呢個去玩緊呢個樂器，其實咪大提琴。我落雨落到大到，有遮都濕身啦，陰公你睇下。第一次喺度咁大雨。我都濕咗半個，濕曬嘅。其實我都已經一路係咁啊，我可能搭火車翻去啊，咩樣搭翻去？如果翻到去仲落緊雨，我會 PK 啊，行嗰段路。如果因為對鞋其實濕咗，行得好辛苦。anyway， 咁我幾開心啊，黐咗線落雨，但係好開心竟然。咁然後咧，而家咧就我都唔知道，大威啊！我覺得好開心，落雨都好開心。考慮緊食唔食？喂，唔好啦。咁喂，落雨落到癲曬咁樣，好得意。咁然後咧，我而家就都唔知啊，諗緊仲會唔會食嘢，定翻去先至再整嘢食咁啊。但係落雨落得好開心。真係把鬼嘅，咁我都搞唔清楚做咩。咁呢度 Finish Street Station 入面有嘢食啦，出面都有嘢食嘅。咁落雨，哦，你按車搭先啊，拜拜。佢啲辛苦位睇下，佢哋又好似喺水上面咁，好搞笑。睇下嗰度，睇下啲人。睇下啲水，佢突然间头先今朝都仲好地地嘅，而家啲水已经系咁样样啦。睇下啲人都揸住部相机嚟影相，我唔知点样影啊喂！喂过河啊！突然间要你睇下，哇！天太喺度喂啊！喂，点行啊？喂，救命啊！我对鞋两寸高啊嘛，都已经行到咁嘅阴公。